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uper L 的时装编辑 Ashley。 今天呢就要带大家去探班我们 Super L 的王嘉尔独家封面拍摄的大片花絮，那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吧。那现在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我后面，在激情的准备中，我们一起再去看一下吧。这次王嘉尔的造型灵感来源于结合复古和未来的 Y2K 美学风格。所谓的 Y2K style， 既有千禧年的 vintage 感，又充满了人类对于未来科技的畅想。特别是这双融合复古科技和潮流，仿佛科学实验般的 Adidas Originals ZX 系列球鞋，这次鞋底的渐变荧光配色完全符合模拟数位化过程的前卫理念。无论从外观还是穿着感，都能体验到科技推动文化，文化诠释科技。在这些挂着的衣服里，有奢侈品的正装、街头运动风单品，还有这种充满未来主义的光泽感单品。不知道突破了 Gaga 拍摄杂志的一贯风格，它会如何更轻松自在地呈现最佳的状态与美好肉体呢？给大家提前剧透一下，最近 Gaga 的身材练得超级性感，所以呢，我们也为 Gaga 准备了很多无袖单品，还会让她真空穿外套哦。对啦，我们的 Gaga 作为卡地亚的品牌挚友，等会儿还会带他们一起入境。尤其是这块 Pasha 系列的新款腕表，在延续经典圆中带方的表盘同时，这次又加入了可替换的表带设计，对于我们这些挑剔又善变的弄潮鹅来说实在是太种草啦。哇哦，这两块 Pasha 的新款腕表价值不菲，果然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。趁 Gaga 还在化妆，我先戴上帮你们试一试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嘉尔 Jackson。 那今天第二次拍 Super L 的封面，非常期待。哎 ，listen， 希望你们喜欢我这次的造型，也花了很多心思跟我们的 Team Wang 团队去设计每一套的一个 makeup 妆法，每一套的一个搭配。今天整个拍摄，我感觉到所有的人都是很 happy 很开心的，然后也非常享受整个拍摄的过程啊、你们看了吗？你们没看的话，立马，马上，现在 ，Let's go。